其实呢，我们对学员的要求呢，没有说什么表不表现，只要他服从安排，对吧？然后呢，全力去执行我们要他做的事情就行了。那么在这一点呢，其实海星的执行能力还挺好的。就搭讪的话，只要是让他去前去的，他都敢于前去，不像有很多兄弟他磨磨唧唧的啊，犹豫再三，他胆量还是挺大的。然后呢？其实搭了一天的讪，然后晚上要去蹦迪，对于他一个早上五点起来的人来说，其实应该蛮累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每天他妈那么早起来，那么早睡，现在七天我们可能要打破你的这个作息习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要是他妈的这个，就晚上 一晚上就困了怎么办？熬夜呗。熬夜啊 ，OK 的。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很兴奋，他不累，说这个我有点出乎意料。就是如果我是这样去搞一天，晚上我可能不想去夜店了，不想去夜场了。但是他很兴奋啊，他很快乐，是吧？让他去搭讪，他又去了，在夜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第一天海星哥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对他。晚上的时候，就天黑了，他已经在我旁边，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已经是这样了。我想问你一下，老师的，再给群里面兄弟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你搭讪还很紧张，就是整个人话都说不清楚，到晚上的时候为什么你主动要去找女生来搭讪呢？为什么？还是那个问题，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套路，你也不教我什么话术，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结果打了三四枪之后，你说你直接就说就认识一下，加个微信而已，我就这样来，就越搭越顺。然后到后来到晚上，就是说我就会不停的去上去问，就是因为我看天已经黑了，我看不清到底是好看的还是说，所以说就后面开启饥渴模式了。对，我会问你们这个要不要上，因为丑到就你上去也没有意义，就加了你自己可能。现在体力和精神如何？体力和精神都挺好。他可兴奋了，很兴奋，跟吃了春药的公狗一样。这个等到晚上再继续去，还有没有体力？有体力，就这一套，好吧，很帅。行，那就 OK。我两季跟你一共是四天，都没有跟他一天累。我他妈也真的，我操！准备好了没有，海星哥？准备好。还在想为什么？就你随意一聊，就这个就回应最好。我里面没有随意啊，我很用心啊，在。为什么他的满足点就是收号？因为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一天都吃不饱，你满足点就是你吃饱了就 OK 了。对吧，你没有必要去选择我是要吃火锅还是吃什么抄手啊，吃米饭啊，吃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去选择。所以说呢，他收号他能收到还很满意，我觉得很正常。我在拍第二期的时候我搭讪也没问题，第二天发信息傻逼了，知道吧？你还要发信息啊，或者不是妹子反应不好吗？你还要经历很多，因为你了解的越多，你认知面越广，你会发现自己越无知越无知。你的认知就相当于是一个圈，你不知道的会随着你知道的越来越放大，你圈他妈只有这么小的时候，你的这个旁边不知道的只有这么大，你圈如果这么大了，你旁边不知道的是这么大一圈，所以你的认知越多，你会发现你不知道的越多。很多人为什么很小白，觉得他妈把妹如此轻松，因为他傻逼，他压根都不清楚把妹是什么情况。当我们认知越多，越发现需要努力的、需要改变的、需要去学习的更多。所以说你今天只是搭个讪，而且呢是这样子的，这我改造的形象，我去设计的发型，让理发师给你搞的这一套搭讪基本上没有问题的。而且发型没有全照你的，因为对啊，他没有全不染发嘛。但是聊天有会遇到问题。对。关键是这个女生认识你只是第一步，对吧？你要吸引她是你整个人人格魅力，整个你的知识体系，整个你的生活风格的一个综合的考试。所以你现在相当于什么呢？就今天面试通过了，你他妈还没有入职报到呢，报到的还有他妈试用期三个月呢，
你还没有成为正式工，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成功呢？你只是过了一个电话面试而已，对不对？投简历别人通过了而已，对不对？为什么第二天你不陪同他，让他自己去搭讪？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来只是做一个七天的节目的。其实呢，我是更希望海星哥他回到他的城市，他也可以有真正的蜕变。我更希望的是在三年过后，大家再看到他，或者说他有可能再出现在大家面前，是一个崭新的自己，而不是回去过后一两个月又变成了社畜，又变成了原来老样子。所以呢，一定要在我们不在的情况下，看他自己有没有动力，或者自己有没有真的去掌握去认识女生的这样的方法。所以说呢，他一定要自己去，我完全不能出现。哎，你昨天的自信呢，海星哥？我靠，搞半天都没那个，搞半天都没弄那个好看的，我操！浪哥昨天走的累死了，我操！不是，也没看到一个好看的。浪哥昨天也没在旁边，就说怎么样吧？为什么昨天你就可以，今天浪哥不在你就不行了？行，没看到好看的。我们两个现在是在漫无目的的瞎转，你知道吗？被删了，你不说20个吗？对啊，现几个？我说了现几个？这他妈的街上都没看到几个。你不要怪街上没有人，好吧？我怎么不能加那些很丑的吧，对吧？20个，还20个，现在才3个哈、哦，没关系。又饿又渴，我靠，一口干完一瓶。紧张哈？不紧张，不紧张，就很有点迷茫啊。有点迷茫。突然没有了偶像。你今天没有浪哥搭讪，你的感觉怎么样？感觉都找不到，感觉都找不到好看的妹子了，不是？而且就能量没有那么高了。然后，就是、然后没有收几个就很正的妹子的。那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像个无头苍蝇，是因为他的社交直觉差吗？是这样子，就说他呢，我能够很清楚的感觉到。他和其他的我们很多的来线下的这些兄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们在我旁边，他们会觉得有一个 buff 的加成，就是他觉得在我旁边就会有信心啊。很多兄弟都是这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当他自己去的时候呢，可能就少了这个 buff 加成，少了这些信心，他可能会就是没有那么的自信，所以说他可能他就展现在他的成功率就没有那么高。其实呢，女孩子在第一眼认识你的时候，你自信的态度、自信的谈吐、自信的肢体语言，比你说什么话术啊、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要好10000倍。今天一天就他妈收了5个号，啥时候没干？7个号，收了7个号。对。化妆了吗？今天？化了，但是刚有点脱了，就可能。OK 的。这个今天熟练掌握这个化妆能力没有？还是不熟练，但是第一次。买一个发蜡，到时候抓一下。对对对对，有、有。买个发蜡，到时候抓一下。然后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你自己去搭讪。对不对？我和北京就有2个人。其实是2个人陪你，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就不会搭讪，对不对？对，他今天因为不是我跟着他嘛，然后不像你昨天跟着他，你会跟他说这个女的这个女的，因为今天我就相当于工具人嘛，我就不想管他，然后就他自己找目标。他基本上就在我看来，他已经错过了20几个，有这么多？错过了20几个？对，你没有帮助他，完全是靠他自己。我只给他指了一个，就是那个 IFS 楼下有一个黄色头发那个女的，那个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我就给他指了一个。然后他自己，他错过了20多个。对。然后呢，其实呢，他自己搭的这些妹子质量，他自己选的目标和昨天我给他选的目标有什么不一样之处？不一样的处呢，就是首先他的着重点还是在于身高上面啊，就他喜欢个子比较高的。那就 OK， 这个是 OK 了。那颜值方面呢？颜值方面的话，就是可能比你挑的要低一些。真的吗？真的。就高分的他不敢上。不高分的他还真敢上，就是我们在那个在太古里的一个出口那地方遇到3个女的，然后那个其中一个女的她就穿的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那个裙子，然后丝袜，然后一个那个长的马丁靴嘛。那个女的就属于像就是你平时把那种高分呗，然后。我都觉得他可能学收到了吗？
对，你说号了，说号了，嗯，我操，自己都记不到了，嗯，我忘了，然后反应怎么样？就其实心态其实也没被打枪多少次，感觉心态上还是正常，但是就是还是。我没觉得有错过二十多个，我就感觉错过十几个是有的。你但是我碰到最高的全部都上了。不，错过了十几个是因为分数他觉得不高是吧？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分高不高？他的那个，就是他没有一个那个作战的状态进去，就是他就是你感觉注意力就是那个胡思乱想那种东倒西歪的那种感觉。他为什么在胡思乱想呢？那就还是。就可能还是怕被拒绝吧，可能还是有一点那种心态。就不是你被拒绝很正常啊，昨天为什么不怕呢？昨天晚上为什么他妈的不怕呢？昨天一开始其实尝到甜头之后就其实失败率不高，然后今天是觉得就是还是会有失败率的，就想到反正不是很正常啊，你自己出去搭讪肯定有失败率啊，因为是这样子的，我在你旁边的话，你心里面。就是你的心里你会很安定，然后呢你跟他聊天你会显得更加的自然，搭讪的时候呢你显得更加的自信，所以成功率自然高了。今天你本来你去搭讪你心里就犯怵的，那么可能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又变成了这种唯唯诺诺不够自信，这种状态被女人他妈察觉出来，你没有他妈的很自信的侃侃而谈，而是在那里啊，就能不能要个微信这样子。女生就出来说是你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发型同样的妆容同样的他妈的手机，但是你的态度不一样，说你要来你学的就是这种态度，你明白吧？其实呢女生昨天和今天，昨天的成功率高，今天成功率低，对啊，可能低了20%-30%个这个 percent。那么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昨天也是这样子的，今天也是这样子的，话也说的是一样的，对不对？没有变，为什么今天就要成功率就要低那么多？就是因为你都不自信。所以说撩妹其实跟搭讪是一模一样的，当你自信信心满满的时候，给女人的状态就更容易成功。第二天晚上去淘，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又能被女孩子搭讪，他又能被女孩子带回家？那就是运气好，他也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啥都没做，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给他改变发型，比如说提升他的衣品，比如说我让他啥话都不要说，坐在这里玩手机，显得自己很忙。那么他的这种形象，加上夜场昏暗的灯光，再加上我教他的雄性领袖式的肢体语言，那么对面的女生注意到他也是情有可原。那么女孩子呢叫他去家里面，其实呢后面海星哥都说了，去的时候那个女生都没认出来他是他，谁是谁，应该是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去加了那个女孩子，因为那个女生长得确实挺漂亮的。然后呢海星哥是照片看起来最帅的最英俊的那一个，所以说呢还是白天的努力帮他加了很多的分，是这样子。海星哥这个怎么样？海星哥还可以，没有昨这会儿已经没有昨天紧张了。进入金融街。那个，你今天这个衣服回去应该洗一下。嗯。好吧。嗯。洗了过后呢，你看有没有就是那种快速的干洗的20-30块钱。嗯。洗了过后，明天就上午洗，晚上又可以穿着出去了，好吧？好。不要他妈的一直穿，他妈臭的要死，对吧？今天下午又热，外面天气太阳又大，然后呢？这个，那么今天的安排是这样子的，就有朋友呢约我们去，然后还是白嫖，以白嫖为主，然后搭讪、嗯、啊，他的话你我让你我去厕所的时候你就去厕所假装上洗手间，然后呢看到那里的女生你就搭一个，然后就下来，好吧？嗯，一个小时去个3-4次的这个厕所，基本上就收一个3-5个号。嗯，然后呢收了号过后就让他们过来喝酒就完事了。嗯，好吧。嗯，好，这个这边呢已经安排好了，连续白嫖第二天啊，今天是荒野求生第三季第二天晚上啊 ，over。那么我们在第三季呢，所有的海星哥和这些女孩子的聊天记录，以及他和这些女生出去，我跟他出去的这些约会的录音，你可以添加这个屏幕这个上方的这个二维码呢，
来加入我们，然后领取这样的资料，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被搭讪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来说一下，告诉一下兄弟们，被搭讪，被女人搭讪，被女人要微信号，被女人要叫去家里的感觉是什么？而且是不同的女人。对对对，主动搭讪他的 和叫他去家里面的是两个女人。我现在还没搞懂到底是谁呢，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些女的都是。你不是说昨天晚上的局不对吗？